啊哈！战斗出发！那战斗吧。嗯。啊哈！战斗出发！战斗出发！不是，快撞回去！你还跪着干啥呀？你啥时候被拉的呀？不知道啊。他就往前走了一步，尾巴就没了。战斗出发！哎，别！别这样！哎呀，快坐回来，子毅。雪琴姐，纪两分，张晨霄纪两分。我们还要再继续。这搞得我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这什么极限拉扯？不是你们这个尾巴贴的有点太紧了，有点。好 ，OK， 快坐回来。老秦，你得战斗一开始你要直接把身转过来呀、啊！你怎么直接往前走呢？好，我们公布答案，答案是独角兽和小熊。啊，独角兽。小熊。好，来，请看下一题，请仔细观察图片五秒钟。往后看啊，别看前面的，看那些虚的部分。请问马冬梅身后右侧的同学梳的是什么发型？马冬梅，他身后有同学吗？请问马冬梅身后这儿，来，张晨霄，马尾，马尾差一点，双马尾，双马尾，请验证，回答正确。哇啊啊哦啊，五分哇。最后一题，请看大屏幕，请仔细观察图片五秒钟。看那些菜，快看那些菜。请问暖水瓶放在什么地方？根本没看到。开始。好，来，孟子义。在那幅画的下面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张晨霄，战斗，战斗吧！你等会儿吧，你呀、啊！战斗吧！你等会儿吧，你呀、啊！这个转身好帅，漂亮，老秦，对他，老秦，啊，又想抓我！老秦上！你干什么？回去！呀、啊！不要了！哎呀，干嘛呀？你们两个！咱们就别抓了，别不要，哎，二位啊，好的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没事，子毅，子毅分高，啊，我分高，没事，你要吗？可以，快回来，计时呢。为什么每一轮总有一个人受伤？好，看一下答案，答案是挂在墙上。哦，那是个暖水瓶啊。对啊。哦，那个画的旁边。那我说的画的旁边没问题啊。你说画的下面好像。但是没关系，孟子义，这轮还是你赢了。我很厉害哦。现在可以选择你们组内其余三人当中任意一个人五分钟。我拿那个程潇弟弟的吧。好。好不好？因为我和雪琴还有老秦，我们互相看时间了，他俩的时间都一般。哎，你别暴露我俩啊！这不能说吗？呀，你们可以啊。所以孟子义要从张晨霄那边拿走五分钟。哎，泽林，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是什么环节呢？今天淘宝的绝活掌柜们直播各显绝活，淘宝搜绝活掌柜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寂静中的呐喊环节。好的，在前两轮大家孤军奋战之后呢，接下来大家会组成临时的搭档，分别是黄宗泽和吴卓羲，张晚意和郑云龙，秦霄贤和孟子义，何老师和李雪琴，杨迪和张晨霄。耶、yeah, ，我在这儿。
马上让我们进入寂静中的呐喊环节。我们会分为五轮进行，搭档两人呢同时戴上耳机，然后两人轮流向对方描述提示词，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不可以使用肢体动作，然后要答完四题，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，太难的题就可以拍过题，然后只要一拍下去，你和你的搭档会同时扣掉3分钟的时间。第一组是我们的何老师和李雪琴。第一题，八个字，脱口秀，你说的，宇宙的尽头是铁岭。回答正确。好厉害呀，雪琴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有何不可？咖啡店。咖啡馆。做咖啡的东西。咖啡杯，咖啡机。回答正确。人老了会往后移，往后移，脑门大，脑门上，所以什么就往后移了？发际线。对了吧？回答正确。对了吧？我看到嘴型是对。来吧，几个字？一共4个字。4个字。前2个字，高兴的同义词，欢乐。啊，对。后2个字，说明一种说明，一种桌名。说明，对，一种说明。指南，快乐指南。回答正确。快回去，快回去。太快了，他们。下一组我们要有请的是秦霄贤和孟子义。然后我好好打，我会好好打。好，开始，开始。第一个题，四个字，4个字。你，我啊，四个字，我，什么叫我四个字是？就是啊，玩，咱们在玩什么？玩物丧志。玩，来嗨溜玩什么？嗨溜玩游戏。你是游戏天才。你认真的，你认真玩游戏神童啊。哎呀，不是。游戏什么？游戏神童。神童什么？神童。神童是什么？不是我猜吗？你比划呀。你不会玩游戏。哇，游戏黑洞。对了，交换，正确。